接下来我给大家安利一个儿童 DIY 手工神器，我们先把这两个塑料叠起来，绕上毛线，再将它扣好，从中间剪开，接着我们把它横向绑起来，给它拆掉，将线头剪掉，一个毛球就诞生了。接下来见证你创意水平的时刻到了。茄子